这个我怎么跳？超详细教学，我教你。OK， 我们今天讲解一下 S8 的新歌 Whiplash 怎么去跳。今天算是一个早班车了哈，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都可以扣在评论区。这个舞刚开始呢，就是一个八拍很对称的走路动作哈。首先我们的左脚来走四拍，四拍呢只有三步 ，and 一慢和两快。OK， 这个组合千万不要理解成是哦一拍、两拍、三拍和四拍，好累哈。我们把所有的任务，哎，压拍的任务全部交给我们的左脚。第一个脚踩出去，咱们就把两拍填满哈。不到第三拍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左脚不动，但是第三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同时左脚踩响，而且不要犹豫哈，千万也不要慢了。同时呢，右脚是在干嘛呢？它是一个跟随，哎，左脚走了之后，右脚呢回一下，再去产生一个新的左脚。好，然后你看这样连起来呢，就要好记一些哈。五六七八，哎，一二和三和四，哎，对了哈。然后现在明白脚步的拍子之后呢，我们给它一个重拍的胯啊，它不是一二三四平平的，它是一二和三四，哎，每次走左脚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胯跟它同方向绑定，然后注意这一个胯呢，我们要理解成是远离身体，而不是说把身体拉动哈。这个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上身晃不晃哈，上身是收紧了的。OK， 我们再感受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一二和三四，哎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上我们手手的搭配，手手呢就是在跟我们的脚步拍子一起协调的同一个动作，哎，这样去拉开我们的胳膊肘和这个胳肢窝啊，然后注意把我们的手臂抬起来，而不是呼啦呼啦的 ，and 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压起来 ，OK， 然后脚上拍子是一二和三四，它也是一二和三四，对了，然后小细节就是这里要贴肉哈，不要飞都飞出来了哈，然后呢发力要稍微的脆硬扭扭啊，也不是嘣嘣嘣 ，and 稍微的用点劲儿就行了，好，然后现在还差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精髓的头哈，头呢跟我们的脚是同方向的，我们可以先组合我们的脚和头，哎 ，pew and pew pew， 哎，对，你看走左脚呢，我们就把头甩过去压在那边完成它，然后这一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力度调节哈，你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歪着头去走，嗯，好，然后在歪着头的基础上呢，我们转过去啊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一。二和三四，对了哈，然后加上我们的手撇哈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一，二和三四 ，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的五六七八直接举一反三，对称一组就行了哈，那么就是五六和七八，对，这里换的话可能有一点点容易摔哈，注意一下就可以解决。好，你看第一个八拍就讲完了，其实就一套动作做两次，好，我们巩固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一，二和三换，哎，一。六和七八，好，然后又是三个重复动作，但是没有快慢拍分了哈，均匀的。什么重复动作呢？开左脚，好，我稍微退一点哈，开左脚，同时呢我们完成一个转胯的轨迹，然后这个轨迹呢不是圆润的，是点点点三个点哈，也就是去抖三下，抖抖抖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个零基础同学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照顾左边哈，他只管他的目的是甩过去就没有哈，第一个要稍微明显的左。嘿嘿，是不是三个了哈，然后手型呢就这样摊开，对，小拳头捏起来，然后这个手腕压下去哈，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，不要这样，嗯，好，然后呢有多余能力的同学一定要带上我们的头哈，嗯，头呢也跟我们的这一个胯的方向一样，首先是一，是吧，在左边哈，然后二三换过来就行了，头呢它也是这种压的感觉，但是它主要是靠这一节发力造成的，而不是，明白吧，头不要太主动的发力，你就上身放松，主要去做伴随就 OK 哈，那么尝试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五六七，对了，好，然后呢加一个 ending 的变化，这一个变化是什么呢，擦，哎，跳成了朝右侧，而且呢是一个 pose 形状哈，它不是跳过来站的绷直哈，放松，哎，一个前脚立起来，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手右手举起来，而且是打直往上哈，注意这个手呢稍微往上一点点，但是又不是完全立直的，更不可能是掉下去的哈。OK， 控一下手位，然后我们的左手呢就放在这一个大腿中部的位置，然后这一个动作呢其实难度不大，就是很容易忘哈，到时候做了你要记住。你是摇过去干嘛，哎，五六七，摇过去造型，对了哈，而且要快，不要半天哒哒哒反复的
反复的 OK 多练习一下哈。然后这里四拍做了之后呢，将就这个造型产生第五拍，第五拍是一个重复组合 and 蹭蹭，哎，在干嘛，摸两次起来哈，然后 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把它摸起来，只是拆分成了两个线段 OK OK， 然后呢注意终点要高，要完全哈，不要做完了都还在这里，完全打直顶上去 OK， 然后手呢也配合它，像是真正的手把它拉起来一样哈，摸一下这个裤子 OK， 然后这里数拍呢是个五打哈，说了是一拍拆分成两个线段，不要数成五六这么慢哈，然后接下来会产生一个六的空拍，也就是五打六，哎，空了半拍哈，然后接下来第七八拍呢又回到正拍的七一个造型，哎，你看上去就接下来还是蛮好记的哈，上下做完了之后呢咱们就撤退啊，撤退右脚带一下，哎，还蛮顺的，撤退呢同时也有个手型花手哈，花手呢这个也讲解很多次了，速成的讲法哈，手背相对哈，然后两个手拉一下，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出现错误的，很多同学他过来就是这个形状不对，下手朝自己的身体哈，再来手背朝身体，好，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变成龟派气功好，然后继续去找一个双手翻转，哎，好，这就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过程了，对不对，一二三 and 一二三，好，然后到时候不要先拿起来再一二三啊，我们边做就可以在空中滑开始，嗯，意思就是不一定要这么死板的做一个开始，明白吧哈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哦，如果实在不理解同学咱们就放松了，你就理解成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两个手交换一下位置哈，然后同时搭配上我们刚刚的撤退 and 八，哎，对了，然后接新的三个动作组合哈，然后这里我们就一口气又讲完两个大拍，首先是前面的这个走路是吧，好，然后右边的五六七八走完了之后开左边的三个，一二三四加五打六七八 OK， 注意那个节奏最容易出差错哈，一定是五打六七八 OK， 然后还有就是注意发力要猛一点点啊，五打六七，对了，不要光是七，压一下自己的屁股，压一下自己的胸，压一下自己的头 and 放出去 OK 哈，然后手呢同时去找到自己膝盖的位置，让自己的框架往下压 OK 哈，然后这里我们接着往下，然后刚刚说了我们接下来是八退，好，退了之后又是接一个三拍重复动作，先看一下哈，首先跳开，好，跳开的同时呢我们就开始三个扭胯 OK， 注意是同时哈，不是一二三四，是一二三 OK， 这个胯呢它最基础的东西是 U 型胯是吧， U 型胯大家跳多的已经比较简单了，不会的同学在主页搜索有超级详细的讲解哈，速成的讲法就是一定要找到下的感觉哈，然后下上顶，下上顶，上身不要动，膝盖也不要动 OK 哈，然后稳住，哎，好，三次，再 OK 同学呢可以找一点八字胯的感觉哈，一二三 OK， 这个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就行了，好，然后想一想哈，八退，然后呢一二三，又给一个结尾，结尾呢是加强这边的三四，对，砍下去哈，这一个砍呢我会把拍子数成是三搭四，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气口哈，要把我们的身体先收起来再试着压下去，不要做成一二三四，嗯，软了啊，一二三搭四，对了哈，你看首先是手有明显的交叉轨迹在胸口，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头会去跟随拉起来再压下 OK 好，然后右边做了之后我们就去做左边，但是左边呢我们是抖过去的，用我们抖肩的基本功哈，然后你往左就先往左压五打六，哎，就这样的哈，速度快一点，五六七走，五打哦，没有五打六哈，就是一个五打，然后六是干嘛呢，收过来我们这个在那边摆出的脚哈，然后注意速度很快，它不是五打六连着数哈，五打六，对了，好，然后七八，七八一个组合产生一个推出去的造型啊，首先我们往前面走一点，七，好，来个推八，嗯，你看收过来走出去还蛮好记的哈，这里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跳得多的同学容易做成反手啊，一定要记住做过来之后先收再造型 OK， 然后速度上要快哈，不要把这里理解成是什么五摸半天只有一拍，五打六和七八 OK 好，那这里我们就又讲完一个八拍，首先是衔接的上一个八拍的退变正跳三个重复动作，是一二三加深第四哈，然后换方向五打六收七八造型，哎，对了，
然后这里的最后一个八拍一起讲的哈，我们这个手推出来呢，就是要用它先看一下，首先我们往右倒，像什么雨刷一样哈，然后呢倒出一个翻起来的结果，看到没有 ？And 倒盖下去。对了，然后尽量从这边再过一下哈，不要倒踏，你看这样圈圈就少了。先去倒完成一个圈，然后摊起来。对了，好，那么怎么过去的就怎么返回来就行了。And 倒过正，哎，好，那么就是雨刷右，雨刷正，哎，好，但是速度很快哈，它数拍不是一二三四，是一打二打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手还是保持我们刚刚的打直打平哈，不要坐坐坐 ，OK 哈，五六七的一打二打。OK， 然后你想一想这个拍子数是什么回事，是一打二打，那我们做的感觉就要稍微干净点，一打二打，对吧，这个打之后的动作停一下，对，人家都看不清楚这个手到底在卷个啥哈。然后还有个小细节，就是我们的脚，对，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哈，这个怎么做 ？And 抠过去。哎，对，你的雨刷把你的脚刷过去了，那么就抠回来。哎，注意不是抠出去哈，是抠回原样。OK， 再感受一次哈。首先我们做前面的什么动作组合？七八一打二打。OK， 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做一个三打打四，结束这一套推手的动作哈。它在我们刚刚推过去、推回来状态下变方向了，不再是侧面的，变正面的。嘟嘟嘟，哎，推了几次？我反正数了一下哈，应该是三次，然后你推两次呢也是可以的，就哈，然后呢不管你推三次还是四次，推三次同时就要稍微快一点哈，碎一点，然后它的这一个不强调什么要推多明显哈，主要是这个手位有个小小的交错就行了，力量也不是很强调，然后三打打，然后不管你是这个哈还是三打都要去做一个手。对，这个收就是一个造型，是不是？然后收回来的造型呢，首先手位要明确，抱头放下哈，要用力哈，不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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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了，正起来哈。然后同时收脚，这个呢，林卓好像是没有做哈，我看其他成员做了，所以说我就采样了这个。同时做踩回来的时候还要加一点哒哒哒哒。对，压一下会更好看哈，这个我都稍微有一点点欠缺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要结束了，还有个五六七八的 ending 哈，他唱的是 Tachiya 的时候呢，很酷的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看没有，是吧？就那种黑棒的。OK， 然后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手位摆平，一个很明显的往左滑的线条，不是从左甩过来哈，先往左滑，然后再顺利弹回，这个时候也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擦。这个不好看哈，擦，对，把线条过一下右边，擦，对，才好看。同时呢，我们擦一个脚的伴随，丢收，哎，是不是伴随了？头呢比较这个看自己哈，像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甩头的，我觉得甩头也好看，他们是做的眼神管理哈。五六七八 ，OK， 这个反正就是说要去跟手互动一下哈，是怎么互动，看你自己选择。OK， 这就是最后一个八拍，最后一个八拍是将就前面的收起来，然后走造型，然后来雨刷，雨刷右，雨刷左，然后呢推推推，打加一个五六七八，对了哈，然后手还抱着的，哎，做 ending。OK， 然后整个片段我们就讲完了，虽然说有四个八，但是动作量其实很多都重复了哈，要不就是一个八拍的整体结构重复，要不就是一个动作重复三次哈。OK， 然后我们来把这些动作理出来哈，顺便把大纲走一走。首先进音乐就是这一个，好，五六七八，一二和三甩头，五六和七三个，二二三四。五打六七八，哎，三二三打四，五打六七，雨刷四打二打三打四，哎，五六七 ，OK， 好，动作其实相对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韩舞组合了哈，大家都跟着音乐练习，加油。